这么多关系，我让都还我，我让他几十万多啊？啊？那这。
那个，这小拉开，前一段不是我在那个哪儿，我那狗是给它取个名字叫格格嘛，我叫着它格格，怎么想着，就占我便宜似的，就跟它，跟把这狗叫格格一样，我这个所以又给它改了名字，就随那个，它不是有那个血统，有 KK 的血统嘛，我直接给它取个名字叫拉开。 来，拉开，来拉开，哎，哎呀，我看你俩巧，给这个斯塔夫小狗取个拉开的意思就是英语翻译过来就是幸运的意思。这个小狗走到我手里，有福了就。来，你要是再咬我手，我不让你吃了啊，拉开。 人这个太子怎么不咬手呢？啊，你看看，他俩在家经常打架，有时候还那个跟那个羊，我这院里不是有一个羊吗？有一个羊，有一个那个猫。哎，你看这斯塔夫虽说个儿小，这家伙咬住之后不撒嘴。 还甩呢，在这儿。这个杜高，就是给他取个名字叫太子。这家伙今天跟那个猫打了一天架，这个太子，让猫那个吓得猫都不敢出来，一直在那儿在门口狂叫。他有时候跟那个斯塔夫打架，怎么回事？就斯塔夫跟他，说不定谁。
就咬谁一下，然后就俩人两个狗就开始干起来了，啊，打打打打，哟，打打打，看看，这刚50天，这家伙，这两个小狗就开始咬这个，你看，一个比一个牙口厉害，啊。看那牙口，看那牙口，这小狗太小，不能那个长时间给它拽起来，就怕把它的牙给它拽坏。小猫出来了，小猫出来了，出来，来，小猫出来了。嗯，走了。哎，猫呢？上屋里了。屋里边了。好嘞，不玩了，不玩了。